我们在娑婆世界，时间久啊，久到什么程度？无量劫有无量劫，无量劫各无量劫。我们在六道里的搞轮回啊，时间太长。生生世世跟这些众生有恩有怨，所以冤冤相报没完没了啊！啊，你为什么不能去？牵挂家亲眷属，家亲眷属是你的亲人。家庭眷属也是你的魔障，那为什么他不让你去往生？啊，他还让你继续搞轮回，还叫你搞三恶道。啊，你没有把他看破，啊，你还要黏着不肯放下。啊，亲情要放下，财产要放下。田地也要放下，地位也要放下，怨恨要放下，样样都要放下，你才能去啊！有一桩放不下，就把你缠住了，啊，就好像一根绳子把你绑住，你跑不掉了。那我们要知道，我们这个身上多少根绳子？数不清的，啊，这放不下的全是障碍呀！我年轻的时候，刚刚接触佛法。遇到张家大师，我向他老人家请教，佛门里头有没有一个方法，让我们很快成就，其如佛境界？大师告诉我六个字。有啊，看得破，放得下，就入佛境界。啊，看破是什么？真正明白了，这叫看破。明白之后，你才会知道哪些该放下，哪些不该放下。对大臣来说，统统要放下，一样放不下就不能成就。对净土来讲呢，一切要放下，只要执着一句阿弥陀佛，这个不能放下啊！净土成就是分两段，第一段要到极乐世界，要支持名号，弥陀经上讲的，执是执着，持是保持，不能失掉啊！就名号，阿弥陀佛，坚定的执着。其他的统统不执着，都放下。啊，成就呢，就是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第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，在极乐世界，
接受阿弥陀佛的教诲，决定成佛。所以他把成佛分作两段，除这个法门之外没有分成两段。这是不能不知道的。啊，那么其他的法门难，真的。啊，烦恼习气太深了，从哪里放弃？啊，从执着。啊，大小乘都讲。啊，首先放下见惑，就是我们错误的看法。错误看法的头一个是身体。身体是我，错了，根本错了。佛告诉我们，身体不是我，执着身体是我的人放不下，放不下这个身体。身体刹那生灭了，怎么会是你呢？啊，佛告诉我们，我是不生不灭。我在哪里？我在这个身体里头。身体不是我。啊，身体是我所有的，好像衣服。衣服不是我。这是我所有的。啊，舍身受身就像换衣服一样。身体老了衰了不好用了，换一个。旧的不要了，换个新的。六道轮回就这么回事情啊。啊，可是这个换呢，自己做不了主。这真可怜啊。谁做主呢？业力做主。这个业力最明显的就是善跟恶。你的心善，你的言善，说话善，行为善，你这个身体越换越好。那这善善就换好的，啊，人间，在这个人间呢，换的是越换是富贵、健康啊、长寿啊，啊，家庭幸福美满。这善报啊，更大的善呢，人间没有，就天上，自然就升天，啊，天的福报比人大，天有28层天，你在哪个阶层，看你有多大的福报，啊，你做了多大的好，多少的好事，自然往上面升，啊，如果是。恶念坏事做得多啊，那果报是三途，畜生、恶鬼、地狱啊，换畜生身，换个恶鬼身，换个地狱身，越换越差了，自己不能做主啊，业力。明白这个道理之后，我们才真正痛下决心断我修善。这是佛教我们不能够超越六道轮回，在六道轮回里不要堕三恶道。
啊，智慧现前了，知道轮回真苦啊，轮回能保住我这三善道吗？我不堕三恶道，不可能。那我们从早到晚，从大年初一到腊月三十，你冷静想想，这一天当中，这一年当中，是善多还是恶多？你就明白将来到哪里去。如果是善多，三善道；恶多，三善道，三恶道，无法避免的。那我们碰到净宗了，遇到阿弥陀佛了，把什么都放下，一心专念阿弥陀佛，那将来到哪里去？到极乐世界去。极乐世界一往一点都不难啊，难就是你放不下，一桩事情放不下你就去不了啊，桩桩事情通通都要放下，你就决定往生了。啊，所以我们在娑婆世界待的时间太久了，燃的习气太深了，啊，所以自然为这一些业力习气潜伏不去，是这么个原因啊。为什么要读经？长时间的听经读经，帮助我们放下啊。读经慢慢明白了，明白才真肯放下啊。学佛知识分子对于大乘经教稍稍其如，会生欢喜心啊，法喜充满，然后你喜欢的手不释卷的啊，这是什么？被佛法迷了，世间东西丢掉了，佛法好，贪着佛法，能不能完成？不能完成。往生是叫你放下贪嗔痴，不是叫你换对象。世法不贪，佛法我贪，贪财呀、啊！啊，佛教我们断贪嗔痴慢疑。绝对不是换对象啊，因为自信清净心里头没有这些东西，有这些东西就是障碍啊。这个经题上就写明白了，清净平等就啊，我们要问自己是不是一年比一年清净，一月比一月清净，一天比一天清净。如果有这种现象发生，好事啊！心净则佛土净，你一定生净土啊！如果心里头还有染污，放不下的全是人物，善恶通通是人物，去不了
那么娑婆之人久在烦恼盖覆缠缚之中，自然受其牵缚，不生厌离。啊，你对于娑婆世界你不讨厌它，你不想离开，也能往生。这就说明白了，为什么一万个人念佛，只有三五个真正放下了，对这个世界一丝毫贪念都没有了，所以他很容易的就走了。对这个世间还有丝毫贪念，没放下，还有丝毫怨恨、怨气没放下，都去不了。啊，这是一往而无人呢，这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法住思云，言自然所牵者，因缘果满，不加功用，自然照之。这个说法也好啊。嘉祥大师说，修因窍照果，则为此果所牵。他讲的这个意思跟法住所说的相同。这个窍是什么意思呢？常言窍要、窍妙、窍门啊，平常用语当中啊，窍门用得多啊，淫欲就是精要、巧妙、恰当、关键，有这些意思。淫窍他修的这个因呢，是个窍门呐、啊。这什么窍门？成佛的窍门，往生净土的窍门。啊，修这个修得很好，修得很熟，到时候他自然往生。啊，是自然所牵随。他修的这个功夫就是幸运持名，牵引他到极乐世界去。啊，这个讲法，二师同志，啊，嘉祥跟法住说的意思相同，皆为修因得果。自然可以往生。以上所说的不同，两种说法不一样，但是都不违背经的意思。啊，能往生的是幸运持名牵引他去的，不能往生的是这个世界烦恼习气，他不能放下。牵引着他不能往生，这个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、搞明白。再看底下这一段：受乐无极，受是寿命。乐是快乐，无极，
我们看经文，捐之若虚空，勤行求道德，可得极长生，受乐无有极。啊，前面两句注解里头说，捐之若虚空，勤行求道德。捐是放弃，啊，弃除啊，也就是我们常讲的放下。放下什么？净土念佛堂的堂主有几句口头禅，常常提醒大家的：放下身心世界，一心专念。这重要啊，专念阿弥陀佛。阿弥陀佛里头不能有身心世界啊，带着这个念，念佛功夫完全被破坏了，白念了啊。念佛一定要万缘放下，于事无求啊。啊，志，一般讲志愿的，有志有愿的，没放下了。你的志愿要全放下。啊，只许这个愿呢，愿生净土，只允许这些，啊，不能有别的念头。啊，于事无求，心怀空寂，尽无垢染，犹如虚空。故人捐之若虚空，也就是万缘放下也。啊，我们把这个也字换一个字，万缘放下了，就是捐之若虚空。万缘放下之后，勤行求道德。什么是道德？念老给我们解释。正法名为道，道是什么？道路啊。这条道路通哪里？通大般涅槃，通往成佛，成佛之道。啊，正法。哪一法是正法？你看看正字是什么意思？中国文字妙哎，外国文字没有啊。你看这个字的含义，上面是疑，下面是止，止在疑。就是正法，
不定什么法，只要你是一法就是真法，你二法呢就不真了啊，三法四法那就不必谈了，你不能成就啊。这个一知就是我们常讲的一门深入，常识熏修就真法啊。为什么？一就是戒律，你守住啊，一直下去的时候你就会得定，定就开智慧啊，智慧就圆满了。戒定慧三学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智慧啊。所以一止，我得到一我就止于一啊，决定是一门深入啊，不仅是佛经，你要儒家四书五经行，我能把心止于一部《论语》，能不能成佛？能，决定的。只要你遵守这个方法啊，止于一，你天天念诵啊，手段是读书千遍其义自见啊。这部论语，论语不长，能够背的大概半个小时啊。那么一天念多少遍呢？我们用时间算，一天至少一念十个小时。那半个钟点可以背一遍的话，就是20遍。这叫摄心。啊，论语长啊，摄心越短越好啊。所以古人讲啊，念经不如念咒，念咒不如念佛。为什么？越少越简单越容易。你看佛就四个字，阿弥陀佛，六字大明咒和六个字嗡嘛呢叭咧咪吽，比这个长啊。阿弥陀佛比那个简单的，越简单越有效，越简单越不容易啊。不容易是什么？妄想杂念进不去啊。你念一部经，妄想杂念容易进去，念佛号不容易进去，它绵绵密密，没有空隙容纳你啊。古人这个方法妙绝了啊。得定之后功夫继续不断，不定什么时候一下就开悟啊。这一开悟了全明白了不但佛法明白了，世间法全明白了。这是中国人读书求的是智慧，不是知识。有智慧自然有知识，有知识没有智慧啊。知识解决问题有局限性，不圆满，而且有后遗症啊。今天全世界学校里头所教导的全是知识，没有智慧啊，所以人心浮躁，他定不下来。
妄念很多，杂念很多。啊，所以表现出来的心浮气躁，啊，真正有学问、有道德，啊，心地清净的老师太少了，啊，我遇到这三个老师，在一般上比较，啊，是比人高一点。啊，也就是说，他们的妄念少，杂念少，心地比较清净，操守好。啊，这个方东美先生，他每天读书，没中断。啊，特别喜欢《华严经》，在这上用于功夫很多。啊，张家大师，他吃粥。可以说，大概除了睡眠之外，它是分秒不舍。啊，金刚持，口动没有声音，无论在什么时候，你见到它，它都是这样。确确实实给我们实现的身心世界统统放下了，我见到了啊，再就李老师啊，李老师的心没有张家大师那么转那么亲近，没有，李老师的事情多，办的事业太多，没有好的得力助手，所以不能不操心。我们在他身边，想帮忙帮不上。有障缘呢，有人障碍。我知道，他也知道。啊，在台中创办年时，一切是台中人为主。啊，董事会里面，大部分全是台中人。老师虽然是董事长，但听他们大家的意思，不能违背。啊，所以难呐！啊，这正法两个字，我们都认识它。如果修净土，不能够一门深入。啊，学净土还得学华严、学法华、学唯识、学一大堆，这就不是正法了。到哪去？末法去了。正法是一门，止于一。啊，中国这文字好，要教你的。止于一，这就是道。这个道，通大涅槃，通成佛之道。
同菩萨之道。得道而不失叫做得。我真正明白了，我真正依教奉行，我做到了，这就是得。我真的一门深入，真的一句阿弥陀佛念到底，这叫得。道跟得你都得到了，勤心求道德，这就是一念单体。一念单体禅宗的话，不需有第二个念。